立场已经不允许我再低调了，非要拍照片。啊，现在就跑了吗？现在就跑你的呀。微辣中了，中了。在这里吃再走，打工，收一下。我这份给他吃的，我这做事情比较专注。他这个单反高清啊，拍的比较好。啊？真的是慕名而来的，你别问他，韩国朋友，韩国的。很仰慕我已经很久了，知道吧？不要过来拍照。他听得懂，他听得懂。中文说的不是很流利，但是他听得懂。三块的，这种其实是那种肉肠，肉肠，纯肉肠，对，不是那种像热狗啊那种。好的，稍微等一下，兄弟。好的。秘制的蘑菇。你吃过他们那个泡菜吗？嗯，尝过的。真心可以，就人家就那种。他那边那是喜欢吃，真的是最早，他就是那个大白菜，大白菜菜，对呀，还有那个泡菜，一样。一定要住他们那边的民宿才好。嗯，那是。